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，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。日前，孟晚舟已经平安地回到了祖国。康明凯、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，两人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申请取保候审，经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，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，中国相关法院依法批准取保候审，由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执行。我们注意到25号这个有关的消息出来之后呢，很多的加拿大媒体也认为孟案完全是政治和私利，没有法治，加方本来就不应该给美国干脏活，加方应该汲取教训，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，无理拘押孟晚舟是美方和加方犯下的严重错误，他们早就该纠正错误了。